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啊。我们今天议程有二啊，分别为一，邀请教育部部长就高等教育弱势生就学现况分析、入学方式变革及在学扶助支持办理情形来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第二，邀请教育部部长就教师待遇条例之施行与施行细则之研拟情形来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哈。好，那我们现在就请部长先进行这个口头报告哈，那10分钟哈，请部长。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早安！感谢各位委员对于教育发展的关心。今天贵委员会就请本部就高等教育弱势学生就学现况的分析、入学方式变革以及在学扶助支持办理的情形，以及教师待遇条例的施行与施行细则之研拟情形提出报告。本人诚邀列席，自感荣幸，敬请各位委员本周对教育议题之支持与关心予以赐正。首先，针对高等教育弱势学生就学现况分析、入学变革方式以及在学扶助支持办理情形，向各位委员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因此，本部对于弱势学生的扶助不再仅限于经济扶助，更期望透过入学设计及学习辅导，提升弱势学生进入大学就读的比例，也透过引导各大学建立完整学习辅导机制，全方位来协助弱势学生就读。依103学年度学杂费减免统计资料，低收入、中低收入户、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身心障碍人士及其子女、原住民学生及弱势助学金的计划的学生，占大专院校学生总人数的16.51%，公立大专院校为11.52%，私立大专院校为18.9%。因此，本部为了保障弱势学生入学的机会，自96年度起，开始陆续推动繁星推荐，协助区域平衡社会流动，使偏乡学生也有机会进入优质大学，鼓励大学透过个人申请入学第二阶段甄试，优先录取弱势学生，设定顶尖大学日间学生学士班105学年度招收弱势学生达2%的目标，减免低收、中低收学生各项报名费，并推动线上书审，减轻弱势学生经济及制作资料的负担，与5专免试招生管道成绩采集的比序项目也针对弱势身份给予加分。在入学方式的变革方面，招联会与本部为因应12年国教的实施及少子女化、教育 M 型化等社会变迁，推动大学招生及入学考试调查方案，以协助学生适性发展并促进社会流动。该方案分近程、中程、长程渐进调整入学制度，亦推动弱势学生入学机会保障相关作为。其中近中期层调整包括有推动特殊选材计划、建制高中职的学习历程资料库，以及试办招生专责单位专业书面及书审及面试等措施，保障弱势学生入学机会，并重视不同的教育资历。长程计划则以大学招生维持多管道、多资料参采方式，重视学生学习历程，关怀弱势学生学习背景，并可参考学生高中阶段学习特定领域科目之必选、必修或选修的课程，落实高中领域学习的完整性，且考招设计应能有助于推动12年国教新课纲强调素养、跨领域及多元选修的精神。在就学扶助面，本部于弱势学生入学后，亦提供完整的经济助学扶助及辅导机制，从97学年度到103学年度，各类学杂费减免、弱势助学补助、奖助学金到就学贷款，已从89.84亿元成长至102.6亿元，成长约14.2%，并透过私校奖补助及国立大学绩效型补助，鼓励学校积极扶助弱势生。另于104年度推动
大学院校弱势学生学习辅导补助计划，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起飞计划，透过经费补助的方式，鼓励国立大学增加招收弱势学生的比率，引导国立及私立大学建立完整学习的辅导措施，获补助的学校共计47所，补助金额达1.69亿，以落实全方位照顾弱势学生的目标。第二，在就教育待遇条例的施行及施行细则的研拟情形，向各位委员报告。教师待遇条例业经总统于104年6月10日公布，该条例明定适用对象为公私立各级学校教师，并针对教师本薪含年工薪之起序、提序、改序及年资晋级予以原则性的规范，另将教师加级分为职务加级、学术研究加级及地域加级，并规定私立学校教师之加级准用公立学校教师之规定，且应将资给数额纳入聘约，学校未与教师协议前不得变更资给数额。加入工会的教师得授权由工会代表协议。另外，保障私立学校教师待遇权益，明定私立学校违反该条例的规定，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得按次处以新台币10万元至50万元罚款，并同时得依《私立学校法》第55条的规定，扣减私校全部或部分的奖补助或减停招名额。减停招生名额。至于私立学校未依聘约资给教师薪资时，全体董事应就未资给的部分与学校负连带责任。附依教师法待遇条例第26条的规定，本条例实施日期由行政院定之。本部考量该条例第13条将现行属津贴性质的导师费及特殊教育津贴纳入职务加给，将计入公立中小学教师成绩考核奖金内涵。为了避免地方政府不及筹措裁员，本部原于104年8月5日函请建议行政院于104年12月施行。查教师待遇条例第25条规定，本条例施行细则由教育部定之。本部课政研拟施行细则相关的草案，另为使施行细则制定更为周妥，本部前于104年10月15日及28日行文征询各地方政府相关机关及教育团体的意见，今日将在征集各地方政府相关机关及教育团体的开会讨论后，是达成一定共识，再进行后续法制作业程序。因施行细则是为了执行母法的目的而订定，原教师待遇条例施行细则不会逾越授权母法的规定。附依104年5月22日大院三读通过教师待遇条例之附带决议一，为保障私立学校教师现有权益，请教育部于教师待遇条例施行细则中明定，在未依教师待遇条例第17条规定与教师协议前，私立学校教师加给之资给数额不得低于本条例制定公布前之数额。第二，教师之薪给应该包含本薪及加给，且需按月支付，请教育部于教师待遇条例施行细则中明定，私立学校应订定加给的资给的规范，其项目给予的条件依公立学校教师的规定办理。本部将依循上开的附带决议内容，并就执行待遇条例的细节性、技术性事项订定教师待遇条例的施行细则，以保障私立学校教师权益。未来本部也将持续与大院、社会各界进行深度的讨论与说明，了解各界的建议期待，并及时因应调整，让高等教育弱势学生的入学、在学及助学的辅助支持及教师待遇之规划能够更臻完善。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给予支持与指教，谢谢。好，谢谢部长口头报告啊。好，我们现在进行询答啊。那还没有。好。
好，那我们要稍待啊。好，我们今天两项议程啊来了哈。好，那这个主席也先预告，我们今天委员会啊中午的时候哈，我们另外会有一项委员会休息的时间，我们会有一项这个大学法第五条的这个协商哈。我们也这个请委员能够拨冗参加哈。好，我们现在来进行询答，每位委员询答时间十分钟哈，必要时得延长两分钟，十点截止登记发言。委员如有临时提案，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我们首先请陈廷飞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陈委员早。部长早，部长。是。这个是新闻报道的了哈。是。不是我说的了。是。但是你也一直知道，我都很关心这样的议题。是。那我必须问一下，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吗？是，事实是存在。是，事实是存在嘛。是。那你认为教育部要怎么处理？如果说今天教育部的高官，因为他可以有过去的这些渊源交情，所以他能够到了各大学担任校长之后，在争取预算的部分、争取评鉴的部分，可能会有一点点优势。所以他成为了各大学校长大家争相要邀请的对象，所以这个现象是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处理？我想跟委员报告，就是教育部所有的竞争型的经费或者是学校的评鉴都是由专家所组成，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个所有审查的过程及资源分配的过程是非常客观公正的，不会因为特定人而有所不同。我想这是我们的责任。真的不会吗？真的不会吗？真的不会吗？我想我们没有具体的证据可以显示有任何的不公平的处理的过程。那如果刚好是有一位次长，然后他刚好转任到某一间学校的校长，那刚好他在就任的时候，我们教育部就送他一个大礼，就拿了卓越计划了。会有这么巧吗？有没有这么巧？我不晓得那个委员指的是哪一个案例。对，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的司长应该知道吧？司长应该知道吧？刚刚好很巧，他本来是次长，然后呢，刚刚好转任到某一间学校的校长，也刚刚好，他也拿到了卓越计划。那这间学校在之前都没拿过，刚刚好他去的时候刚好拿到，都刚刚好。我没有质疑你，我只是说刚刚好。来，司长，您知道吧？跟委员报告哈，就我所知，审查的过程，我们其实花了一至两个月的时间，计划的司长有没有这个刚刚好了？我只是问你有没有这个刚刚好？因为我们的审查结果已经出来，他才就任，所以这个是。那你审查结果他才就任，那请问，那这一段审查的过程当中，他的身份是什么？他那时候没有参与这个。他没有参与，但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本部的同仁。本部的同仁嘛，对嘛，在审查的过程当中他刚好是本部的同仁，然后审查过后刚刚好他就去就任校长了，那刚刚好也拿到这个卓越计划了，对不对？这应该是刚刚好嘛。没有，我这个时辰我没有扭曲嘛，对不对？所以我也问司长嘛，是就是说当时候在审查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刚刚好是我们的次长，审查过了，刚好那一个前后那一个月，刚刚好他去就任，有这么刚刚好吗？你们的时间都调配得非常非常的精准。如果说他这一间学校以前就拿到我们的计划，我也没话讲。可是没有，之前没有拿到计划，
是因为刚刚好这个次长要去担任这一个学校的校长，所以刚刚好他拿到这个计划。我没有质疑哦，我只是说刚刚好。跟委员报告说，我们一个审查作业从公告受理学校申请，一直到审查完毕，这个过程经历了大概四五个月，所以我当然啦、啊，所以我就司长，我没有质疑你，我只是说刚刚好他在审查这一段时间，公告的时间、审查的时间，他是我们的教育部的次长，对不对？然后呢？他退了之后进了这间学校当大学的校长，刚刚好马上就拿到了我们的卓越计划，刚好是送他一个大礼，对不对？这个 都在我们在他就任之前就已经确定的，都是刚刚好，对嘛？就任之前就确定了嘛，所以司长说的就任前就确定了嘛，刚好就任前他就是次长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提说你必须是不是要有旋转门条款？我提的这个案子就是这么刚刚好，就是这么刚刚好。你不会觉得很意外吗？你不会让大家觉得很质疑吗？为什么我们教育部的时间抓得这么的凑巧，在审查过程当中从公告审查这一位刚好是次长，然后呢次长之后他卸下来担任校长，刚好拿到卓越计划，这时间太巧了，太巧了。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去质疑，这也是我们一直提出希望我们教育部要去把大家的质疑，虽然我们不能说他违法，因为现在教育部没有旋转门条款，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杜绝，而且在社会观感当中要去小心这样的问题，否则我相信我们现在的次长可能很多大学的校长已经等待在那里，随时要聘他去担任他们该校的校长。所以为什么要给我们次长这么大的压力呢？为什么要给我们私立大学学校这么大的压力呢？也就是说，我是不是要适当找到某一个适合的校长，我才能去拿到我们教育部的补助款？所以部长，我相信你自己也非常清楚啦，我讲的是谁，司长非常清楚啦，否则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些话啦。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刚刚好，也就是大家的质疑。所以是不是应该在社会观感当中，既然我们教育部的旋转门条款我们也提案了，其实我们提案但是一直没办法受到我们教育部的支持，如果说大家认为要弭平这个社会的观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拟定教育的旋转门条款？否则你很难杜绝，你绝对很难杜绝，因为这不违法，我们的法律没有禁止，这是社会观感，而且领双薪也不违法，因为也没有法可以限制他们不能领双薪，所以这就是社会观感。所以部长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是有必要在教育体制当中我们自清一下，我们应该做一个模范啊，否则你看今天新闻刊的这么大，而且高教工会现在在所有的 网站当中就一直提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态度，部长？我想我那个支持修法了。如果大院有任何的决议，我们都愿意全力来配合。是。所以部长，你的态度是支持，在之前教育部都持保留态度，所以您是支持。我支持修法。如果针对在我们教育旋转门这一块，你是支持的。是，我觉得订定适当的法令来做整体的规范是有必要的，不过因为这涉及到不是只有教育部的问题，所以但是我要了解的 是部长你支持吗？在教育这一块我们来订定旋转门条款。是，我而且甚至在进领双薪的部分怎么样让社会观感更好，
我们教育基本上我们要有典范跟模范，是不是我们可以共同来努力？因为每次提到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一个人就会被放大，然后甚至有校长就开始动员他的学生，开始在攻击某一个在讨论这样议题的委员，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是公平正义的问题，这是公平正义的问题。我希望说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公平正义把它做好。还有，我想请教部长，教育 MC 化的问题，苦孩子穷教育，我想这个部分，因为部长有提到说，希望明年透过各种升学管道，招收弱势生的比例至少要达总招生人数的名额2%，对不对？是，我们在努力，在努力。是，但是怎么努力？我让部长看一下资料哈。我想我们在整个所有的比例当中，公私立比例当中，基本上我们的弱势生所占的比例人数其实都很少，好，都很少。那我们必须说，在我们现在我们调到一份资料，就是我们所有我们国立大学的，也就是你们顶尖大学的部分，你知道他们的所招收的比例占了多少 percent 吗？不论是102年、103年，政治大学、清华大学、台大，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顶尖大学啊。可是他们都不到一 percent， 所以要到达我们部长所讲的2%，不止政大、清大、台大，还有台师大、成大、中兴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这都是我们部长所谓的顶尖了哈，顶尖大学，你们的一个氛围哈，这个 range 哈，我们把它挑出来，基本上他们都没有到达1%。所以我只是要了解说，部长你说你希望明年可以到达2%，那请问，我光挑这几间学校，他们连一都不到，你怎么让他能够倍数？你的政策在哪里？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积极在推动这个起飞计划，就是希望那个这些补助嘛，对，透过补助，用补助嘛，对。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在最近的高教未来的发展蓝图里面，已经把社会流动当作是一个正式的工作项目，所有申请的学校，他们必须要把他们自己的能够达成的方式来列入他们的工作计划。什么时候你要把他们收集所有他们的一个工作计划，要到达2%的这个工作计划，你什么时候要求他们要提出？我们的未来的整个高教的计划，我们希望在明年的3月底之前可以定案。那学校在9月底之前会提出他们所有的计划。九月底提出，那明年就来不及啦。我想明年，你不是说明年吗？因为部长是说明年啊。没有，我们是说我们以2%为目标了。是啊，你说明年期待是可以到达2%嘛？你是这样说嘛？所以期待不代表是明年还是后年，是这样子吗？我们希望以2%为努力的目标。那总是你这个目标是多久达成啊？这个目标是多久达成吗？这2%，你是期待多久达成吗？他们最晚需要在他们的整个计划执行完成之前达成了，对，那就是5年之内达成。是，所以部长，你的2%到底什么时候达成是遥遥无期吗？不会，因为你自己所提出没有逐年改善中，我这里有102跟103的没有逐年改善中，全部都是在这个 range 当中，完全没有往上调升。在数字中有显示，我们其实在102是1.36%嘛，103已经提高到1.58%。那我们希望这个你用平均数，你拿别人来跟你平均。不，我讲的是顶尖顶大的部分，顶大部分我这边都是你们的资料，102年跟103年，
你们的资料数目完全都一致的，都差不多就是在这个 range， 就是我刚刚讲的不到百分之一。那你怎么会拉平均数到已经有1.51%呢？部长，这实质的在这里，这实质在这里。我不晓得那个委员的数字，这是你们给我们的。等等，我不要每一次质询，然后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就质疑我们的数据，这数据是你们给我的。我不是要质疑你啦，我只是说你这个目标不要定那个遥遥无期的目标啊！你要给我们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达到2%？好，时间到了，好，谢谢陈委员。那有多久？我跟委员报告，就如果从这个趋势，我们还是以1.5学年度作为达成。那刚刚部长又说不是明年，你说九月才要提计划，要确认计划。起飞计划本来就在现在就已经在推动。时间到，部长。拜托你给我确定一个时间，然后你请这些学校什么时候要提出他们的工作计划，要什么时候可以达成，你把它汇整起来，拜托送一份资料到我办公室，可以吗？是，可以，好，没问题，谢谢，是，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蒋乃馨委员质询。主席，有请部长。是，蒋委员早。部长，我想有关今天报纸登的哈，是这个有些部长或者是次长退休离开职位以后到学校去，然后就变成门神哈。我想这个来讲，对于外界一般的观感确实是不太好了啊。是。我想刚刚部长也有谈到过啊，刚刚陈委员讲的那个案子到底是有因果关系还是一个时间的一种巧合，外界不知道，外界不知道的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的是因果关系，而且绝对不是一个时间的一种巧合，只有教育部才知道到底是时间巧合，就是说当时核定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他会去当校长，可是核定好了以后他刚好离开了也过去当校长，这就是一个时间的巧合。一个是因果关系，就是说他知道他要去当校长，在离开校长要去当校长之前就先把这个案子通过，让他到学校的时候刚好是一个卓越的，这样的话就是因果关系。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如何避免外界的疑虑，对于教育有产生一种不良的形象的受伤受损，我觉得这教育部来讲的话，应该要去想出一个机制，一个方式来避免，啊，否则的话，事实上来讲，也有很多的部长是来自大学的校长，那离开了这个任内以后，是不是可以再回去担任校长呢？这种都是一种将来一种很正常的一种机制，如何让这个机制不会让被外界误解，如何让这个机制避免啊，因为我将来可能会到这个学校去，我就先安排一个这样子的话，对于学校也好，对教育也好，对社会也好，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部长您刚才说你赞成要修法定法啊，我想对这个部分来讲应该要尽快了，真的应该要尽快了，否则的话像今天报纸一登了以后，大家你看的话，哦，原来教育部是这个样子啊，对学校的形象也受到损害，教育部的形象也受到损害。所以我们希望部长能够既然决定接受那就赶快，好吧？是，谢谢委员的指教。我想有关于修法的部分，我们会尽快来跟全序部来做沟通，然后我们会循正常的管道来积极来推动。是。那今天谈到弱势生的问题，弱势生现在在教育部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叫弱势生？弱势生其实包含了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特殊境遇的家庭，还有这些都算是我们的弱势生。是。好，所以部长，你现在所定义的弱势生还是经济弱势，是，对不对？是。那当然在经济弱势，事实上来讲经济弱势的事情是比较容易处理的，所以像现在我们学生贷款
利息免利息的额度，这个门槛一直在下降嘛，是，对不对？是，已经现在降到114万了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时间现在还准备要把它拉长嘛，所以来减轻学生的负担。可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当学生毕业了以后，拿到学位以后，踏入社会以后，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还这个学贷？有关于这个学贷，所以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是，而是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是不是一个弱势的学生？这个我觉得比经济的门槛还要重要。是。今天报纸科大的学生说，他的学以致用比不上普通大学。这是科技部、教育部相关单位的一个调查报告，一个长期扩大的一个相关报告。是。如果今天是一个科大的学生，他的学以致用竟然比不上一个普通大学，那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个学生进入到技职体系以后，竟然无法学非所用？既然学用落差，像这种的弱势，我们教育部要不要去考量？是那个谢谢委员的提醒哈，这个第一我想报告的是，目前我们所显示的资料，其他其实是在2000年，它是比较旧的情况。不过科大的学生的就业情况不如一般大学，确实也是一个事实。所以这几年来，不管是技职再造计划，或者是典范科大计划，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强化那个科大系统的学生的实务能力以及产学合作的关系。我想这个部分教育部持续在努力之中了。我想事实上来讲，不管是科大也好，普通大学也好，他都不应该学用落差，是，多应该学以致用，这才不会浪费到教育的资源，这也才能够反映出学生去念这些课程是真正他的跟兴趣有关，跟社会上的有关的，而不是专门为了一个文凭。如果只是为了一个文凭，毕业了以后就会产生学用落差。是，所以如何能够排除这种非经济因素的弱势，我觉得这个在教育部来讲也应该要去考量。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弱势，我们今天讲顶大要2%，你教育部的起飞计划也是让这些弱势生进入到国立大学，然后国立大学一年补助一个学校600万，私立大学补助500万，对不对？是。那请问一下，弱势生，教育部所谓的经济弱势的学生进入到国立大学2%不到，大部分都在私立大学，大部分在技职体系，尤其是私立的技职体系的。可是为什么起飞计划你们竟然没有包括科技大学？起飞计划没有包括，没有包括国立的科技大学，也没有包括私立的科技大学。这是我刚刚讲的嘛？你今天教育部、中研院、科技部大家共同的调查，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学以致用的比不上普通大学。他踏入社会，他就是变成一个经济弱势。那可是我们在起飞计划，我们只给国立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国立大学，希望把这些经济弱势的学生到国立大学去。因为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进到国立大学，经济弱势的比较不容易进去，所以我们要鼓励。可是还有那么多人进不了国立大学的，在私立大学，在国立科技大学，在私立科技大学这一块，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问题？我想那个我们这次的起飞计划确实是针对前段的学校，希望他们提供同样的机会给这个弱势的学生，所以我们优先是以这个顶大作为我们这个努力的重点，未来我们会逐渐的扩大到典范科大的相关学校，那也是让这些弱势的学生有进去的机会。是，部长，你有没有去统计一下？
现在弱势生弱点最多的是哪一种 学校吗？是国立大学、国立科技大学、私立大学、私立科技大学，这四块哪一个弱点最多？私立科大最多吗？私立科大最多吗？是。难道这些我们不要去管人家吗？我想他们的部分应该是在加强他们的学习能力跟学习内涵了，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是弱势学生居多，就是刚才委员指教的，他怎么样子学念完书以后，他毕业的时候能够拥有一技之长，能够很顺利就业，我想那个是在这些学校里面我们需要去支持跟协助的。部长，您照这样讲的话，好像贫穷家的孩子就只能进入到技职体系，贫穷家的孩子就只能到社会底层去。不是，我们刚才不能到社会高层去吧？没有，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对不对？在其他的学校，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学生来讲，我们除了鼓励他之外，对不对？让他提升，而且从技，如果是技职，很可能是从高职就开始，是，对不对？让他提升，然后进入到国立的大学去，让他有一技之长，进入到社会高层上层去，这才是一个整体的计划嘛。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说，啊，我补助他们学生贷款。说实在的，现在私立大学一半的学生都在打工，有些学生一顿饭三五十块的便当，超过50块的他吃不起，每天就这样过。那然后毕业了以后又学费所用，那怎么办？那所以就变成家境好的有能力的永远在上层，能力不好的家境不好的永远在下层，然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讲，解决贫富差距最重要的是教育嘛，只有教育才能够解决贫富差距嘛。所以起飞计划你有没有去考量到将来如何能够让这些孩子们踏入社会上，然后将来可以把贫富差距缩短？我想委员提的是一个整体的教育问题哈，我想全面提高我们的各个学校的教育品质，缩短学用落差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了。换句话说，他不管是念什么样的学校，他都能够有一技之长，都能够找到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教育问题。那至于起飞计划，只是希望让弱势学生他们有比较相对公平的机会去进到比较好的学校。我想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同步需要去平衡的一件事情。我不反对起飞计划，是我也不是说起飞计划不好，我只是告诉你起飞计划不足。是，我了解这个，我们当然知道。那如何教育部你在其他不足的部分我们怎么去补强？是，你像起飞计划非经济因素的问题有没有考虑到在里面？那部长说